这边有四颗，也有干番茄，但是好像都不是对版的。红色的黄色番茄吧，这几个我也不知道什么番茄，应该都不是黑鹅肝吧？果子都挺大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串，这边有三个，这边有四个，那边有两个，那边有两个。下面还有三个，这边有小的几个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四个。这下面有几个，然后这个是贝贝南瓜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瓜，在这，看到没？那个挺大了，过几天应该就可以摘了。这边有一个，那边还没开花结果。然后这个是辣椒，这个是那个我用侧牙扦插的一个番茄吧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些巧克力番茄，好像也不是对版的。这个是那个像千禧一样的番茄。这个已经开始变色了，应该都可以好吃了。但是这个番茄有个优点，就是它的果量是非常惊人的，密密麻麻全是，上面还有很多很多花苞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这一串，这一串，那边也有个变色的，还有这边，这也有一串，这上面也有一串，这边还在开。这也是一串，这也是一串。再看看这个，这边也是正在结果，这样也有一串。然后这边也有一串，这也有一串。然后这边也有一串，下面是一排，这也有一串，这应该是两串。这边有一串大的，啊，看到吗？这边有一串大的，开始变色了。这一串是新的，那边也有一串。这边这里面还有一串，这边还有一串，这边也是，这些都在开花。哇，这个番茄果量，这是我刚刚摘的油。这边还有几个豆子，也把它摘了吧。这豆子只是好玩种的。还有一个掉了一个，好，接一下在这。这也是，其实是四棱豆，这个是那个荷兰豆吧，应该是，还是香菜。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那个，这个，这是柠檬罗勒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是那个一个白雨香，还有这颗石螺，柠檬罗勒长得很快，这里面有三颗应该，哦，总共四颗吧。它把那个矮小的植物都盖掉了，反正非常喜阳，长得还可以。大家看这边。今天就到这了。